What was it in Romulia? What was it in Romulia?重发真的太洗脑，谢成君与田直娇女的演员们开直播连线聊天，聊到模仿陈志强，每个人都演得惟妙惟肖。宰哥演织田健士，他会有一个就是面无表情的样子，然后讲话声音很低沉，然后节奏很慢。王爵，阿哥在死了，阿哥我眼睛没这样吗？你的目睭就是这样，我要用宰哥唱《热爱105度》。好。Super Idol 的笑容，我无你的甜，吃白花吃白，八月正，花白花吃头，阴公里头都无你。笑死我了，超难呢、欸！模仿宰哥，你是很强哎、欸。之前我还模仿那个江宏杰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模仿洪恩哥，那个也超好笑，也超像的。洪恩哥会这样。啊，对，他死了。操！逃避。好烦哦。织田健士，你敢知我谁？我小田鱼啊。你没有看过那个谁林佑馨学国林姐吗？没有，好丑。超级像，超级超级超级像！天哪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敢去，我唱歌。我的心要飞呀！我的心冲啊！志熙，你要学谁？你可以学谁？不行，他真的很智障哎！你去学他，我怎么？他好难，他也好难哦，他真的很难学。勇啊，怎么学？真不好学，对。我还没有看过人家学他哎，他会学俞秉彦，你学？学你老公啊，俞秉彦是你老公啊。俞秉彦喜欢这样。眼睛有像哎、欸，眼神。梅心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我一定爱你一世。阿根根本是模仿大师，而难得与王宇杰一起直播，他还是改不了爱吓人的坏习惯。你知道我每次直播，一堆人说，那个陈志强嘞，想要看一下我，我想说有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子也可以吓到你，王宇杰。我隔空打牛啊！我宇杰真的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被阿公吓得不要不要的啦！完全了，周梦洁报道。